用自然色气氛给大家看哦。好，我们用，而且今天不只要来介绍给大家，还要来上台。好吃嘛，比较闷热，然后就会做一些比较控油的成分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直接示范给大家看。对，我们今天还画了小猫脸。哎呀，算算，给你讲，来点讲。来来来。好，你的腿太大了，还是蛮痛的。好，那首先先压一下，对，这样压下去，压一下之后。一般那种遮瑕器件其实都偏油一点点，对，会偏油，让我们就是退退。对啊，这个风梭没有用，但是是这样，嗯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应该拍好了，拍好了，好，那我们拍下来，变成阿姨。就是很有光泽，然后很透亮，然后很明显。Oh my god！有吗？看一下，哎，没有遮掉，就是有一点遮，但是就是没有遮很完美，而且是怎么看起来就是他们的就是气垫就比较油一点，这样会油油味道，味道是狗吗？很香很香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不喜欢，你不喜欢？没有，就是只有不喜欢，就是我比较喜欢，就是自然一点的味道哦。KUP